哦，这你看，即卖消解了，即卖大家拢爱安尼，哦，3:8真好啦，手嘛足纤纤玉指嘛吼、哦。但是你看，这个车祸切了到底，哦，这若互你活起来，这是死啊啦，放伫迄解剖盘，阮只有一个，迄有做水道的漏水的血拢爱漏伫遮吼，这已经死啊。表面是一挂伤口，但是人已经死啊。哦，这拄好看过吼、哦，这嘛呢，我看这人足壮哉，一看到蒙古人的迄款体材啦。哦，迄敢若你爱，迄有说日本吼，迄 small 哦，伫遐咧做迄款号做吼，迄款脚力的，断了嘛是死。哦，头皮掀起来，头毛下骹拢总是空喙。哦，你看，车弄来到底，方向盘伫倒，伫遮，车伫遮，方向盘伫遮。哦，迄个司机颔棍伫遮，你甲我讲颔棍、气管伫倒，大概伫遮啦吼。已经拢走形啊，这下怀骨吼，所以车祸就是安尼。啊，若对遮共弄落，迄个人拍落去的位置都是安尼。哦，这伤口，要大家搁提醒，看开小小啊。会一个小空喙，但是造成的伤害是大个呢。哦，所以大家要知吼、哦，这毋是小可代志。咱伫个这今仔日交通遮尔哦发达啊，大家拢爱使用。囡仔大细，你真早都爱互伊进去做迄、那个做迄、那个吼、哦、考执照，迄拢着嘛都爱去上交通规则。但是你若拄着，请你会记，你若有迄款危机的身体评估健康有问题，请你莫使。然后真正好使啊！啊，咱嘛是会不行，有时啊真正牵着啊，头壳上要紧，中枢神经上要紧。来，我互恁看哦，这个图就互你看了，讲着头壳骨已经闭了。阮对这脑出血，你看内底拢积血水啊！哦，这边脑室内底嘛，互你塞到这边歪去啊！咱直直的左脑、右脑，互你创到规拢歪去。拜托，这开脑，哎，挂开，甲内底这个。黑马托嘛，哦，不管是 epidural、subdural 的硬膜下，还是硬膜外血肿，马上爱甲拍开引流。你若无紧甲救，这都保死的吼、哦。你也看卖啊，哦，咱的血管啊，这是硬膜外，拄迄张硬膜内，伫硬膜外是血肿。哦，伊然后这头壳会足疼啦，伫骨头内底，伊甲你胀胀伫骨头内底，你的头壳足疼啦，啊，你嘛会安尼。哦，言语不清啦，啊，有时会昏迷了，啊，像向风起来讲，哦，大家拢无代志啊，哦，啊，读较足好，足清楚，无影。伫阴谋外卖，互你有迄 lucid interval 吼、哦，清明期，有清明期，过昏迷，拜托，这是真严重啊，请你紧找医生。哦，啊，这边互你看讲骨折啦，哦，对遮骨头拢啊闭起，闭起，闭起。哦，这骨折顶头有血水啊，你若是骨无受伤，干呐？有黑马托嘛？咱讲血肿，迄无要紧。但是你若是有骨折，迄、那个骨折哦，对遮一看，你就看到骨头然后裂缝是安尼。啊，这毋是，这是叫做切齿引起术啦。这是属于骨头甲骨头的接缝。咱出血时，咱的骨头吼，伊会塌做伙哦。但是到较年老，伊就要用一个接缝。这毋是，但是即个是骨折。啊，甲看下骹，头脑甲提起来。下骹互你看到骨折的损伫遮，那即款也真厉害。哦，迄骨折听讲，互你弄入去到咱的身躯脑内底，那这脑外口咱无惊，这一礼拜就消去啊。哦，你找张医师，食些药啊，甲吸收，两三天后热敷，一热敷就吸收完毕啊。吼、哦，当然啦，你若车祸时有啥物尖尖啊，甲你插落去脑出血，哦，你无叫伊讲这肥掉就好。顶下恁捌看讲中国一个新娘吼，用铁钉啊，甲伊迄台湾老公甲钉吼。啊，定无死呢！啊，尾也查出来讲无影，是老公家己定的，敢玩弄啦吼！啊，这你看，有刀啊，有钉啊，拢听讲对脑插落去。你若插到周边的较无要紧，边啊，你若插到较中枢的，要紧的有脑核的所在，这颜色较深的，这就是生命中枢吼，呼吸中枢啦，思考的啦，运动啦，嗅觉上，那这都袂使吼，所以要看你伤到的所在，这个啊，恰好哦，真大的并发症。啊，有时啊，咱敢若小小去，哦，倒来去撞着，头壳去撞着头前个人个，叫做安全帽，哇，咱知影讲，一直流鼻水啦，流鼻水，迄毋是，迄是脑脊髓液流出来，脑内底水流出来，哦，而且空气会走入去哦，会造成气脑室，还是哦血会走入来底，哦，这拢爱找医生，医生一看，哇，到底有肿瘤无？迄拢总有法度甲咱诊断，啊，变数啊，就是安尼，变数啊，两骨。去铁瓦车
到一次，搁倒退，搁到两次，啊，迄个吼到着啊，车祸，一个人甲，毋知是有意无意，总是造成真大个伤害，到今仔日还搁再创。哦，即款呢，嘛是中枢神经啊，中啊这条中枢，咱两骨神经或者脊索嘛损害。所以，咱都要知影，伫遮多个伤害内底，咱都要会晓当机立断，用到今仔日个科技，你马上爱上去。急诊，会记哦。你驾驶者，你共弄到啥？请你一定要甲迄受伤的人就地固定，头前后壁50公尺爱踩迄个三角警示标志，千万爱踩。真侪人是无踩迄个标志，中个骨叫弄死。踩了以后，甲迄个人固定，叫救护车来。你唔好乌白甲刷，因为你刷中啊，你唔知影会甲迄、那个吼、哦、本来两骨像变数啊，迄刷了到底，切了到底，入死。你若卖刷，有时啊受伤较无切了，迄中间软软的迄个两骨锁啊吼，脊索、脊髓神经较无切伤，伊后来骨头两个月就生过啊，伊还阁有救呢。啊，你若向向甲错开，所以包括收水去弄落，跳水去弄着，啊，毋管去折到，咱拢袂使向向甲摸起，一定要用门丝绑，吼、哦，啊是用椅子、椅啊绑，甲固定好，啊救护车迄款的上好，伊有几片来甲你固定，再休松。哦，伫后送的中间，因造化都可以拢稳定，一中间进来甲做评估，该当大开刀，该当拍钉啊，其他是医学拢无啥问题。总是辛苦病听些人知，张医师知，张医师知影即马交通事故真多，咱驾驶人哦，驾驶者伊的健康到底有问题无？有危机无？咱来做一个真好的评估，互咱处着方便，咱嘛顾着咱家家细细啊，别人的家庭的健康。隆重的结果，今天就讲到这，多谢你的收看和收听。